听我前面那个是职业吗？我们现在全部都是业余，台湾已经没有职业了。这老爹是谁啊？老爹啊，认识的、啊，就也很蛮常玩跑跑的、啊、观众，之前也很常跟我们一起跑，吓死我了。靠背 ！Oh my god！ 哦，我又被撞。太疯了！撞烟杀队友，这个距离，这个距离要怕机器人的。哇，没什么用，靠自己的。西科未留就有机会啊，这里啊，我打，哈哈哈哈！你们唱光月想起了当年，哎，进阶巨人那句怎么讲？当年是什么？说，人类、哎，我看一下。我想起那个什么恐怖哦，人类的恐惧。对啊，类似这样。那一天，人类终于想起了。那一天，上空还终于想起了，被真自备下的凹车下的恐惧。我被 host 了，爱吃棉花的棉花糖。好的，来个破碎啊！破碎怎么跑？翻车啊！